高湖鱼鲜这个不是，不是，对，秋天，不是，哎，秋天了嘛，秋天的鱼鲜，对，啊，这个游戏呢是梦梦那个队，他选这么一个，对啊，那个一会儿您呢和大林就加入梦梦，好，对，等于您爷俩加入以后，这个4-4的这阵容就破了，他们队就六个人，就赖我，哎，当然这六个人，哎，也是由小梦来指派，到底哪两个人上这个，他指不定派您玩这个，哎，今天胃口又不太，行了，行了。好吧，那基本上就是这个阵容。好，好，那来吧，来，孩子们，跟我走。是这儿是吧？大家好，你们辛苦了啊！我们来接管来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把你们的工资卡都留下就好了。好呀，这现在归咱管。啊，这叫高空秋千啊。这个呢，就是坐在上面去之后，它会悠起来啊，会很高啊。哎呦我去！我乍一看太瘆得慌了。哎，你别看，人这儿写着呢啊。45以下可以玩，行吧？30以上，这个亲父子不可以同时玩。对对对，因为爷俩必须得留一个。要不我们老二来一骂你们受不了。师傅，这儿有遗书，你还行？打你！来吧，队长做示范吧。我先来啊！我先写队长啊！来吧来吧！为什么选你当队长？那我先写那个遗产。你写个六，你拿我遗产。我给你拿这扇子，你要真怎么着，这扇子就归我了。不行，我腿都哆嗦了。你坐那儿你就不哆嗦了，孩子。来吧，你是队长。这个我得劝你们，这是做节目，谁上去谁这期就红，老有你。哎，就说看不见脸吧，反正。但是老有小梦。你啊，队长，这个身先士卒。队长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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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行，我投一个节目，要你挑一个吧，挑一个咱队员还是挑一个他们队员？你挑你们队的呀。你爱挑谁挑谁。哎，大林吧，大林，你运高，你往前上。我不行了，我爸怪的我，不是，我爸一拍我这难受着，我胃口也。我今天胃口又不太行了，我就说胃口疼吧，遗传病，遗传病，来了躲不开的林。什么呀？咱俩先来，给他们打个。谁后来啊？你们先来完了就是后来了吗？你这特约嘉宾，你肯定得上。这谁给我约来的？这，要么你上，要么你爸上，你这反正爷俩得出去。你能看着你爸这样吧？还是我爸上吧，别留一年轻的。来吧，大林，来咱俩吧。行行，我跟孟哥。好，好，好，牛！工作人员给他们两个绑上。来吧，你别瞎给我弄了，你又弄坏了。我看承重是多少，你受了受不了？受不了你来啊！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来！哎呦，来了，看着就精彩！哎呦喂！我勒个妈耶！啊，我腿一直在抖哎。我怎么这直接坐？直接坐进去，直接坐进去。哇！人往里坐，人往里。这结实啊！对，结实的。紧点，给我紧点，紧点。紧点行啊，越紧越好。越紧越好，对对。再紧不行，这不紧。哎呦我天，这实在是。紧的，是这样。就拽了。拽这就可以，拽这就可以了，拽这就可以了。哎。一人一个呀、啊？一人一次一个。不是，这样啊？那还飙什么劲儿啊？那还哪有手扶着了？那不什么呀？这是我急，我现在我就泼了，我扬了，我就都给。这太难了，这个。这腰悠200多趟也攒不了一桶啊。不是这悠多长时间啊？3天。3天。师傅，哎，派人下去捡我去啊！你放心吧，孩子。你们一会儿一嘡一下就弹出去，我弹出去了。我的天，我不行，我现在我就别让我等了，来个痛快的吧。哎呦来，我的天，干嘛呢？什么呀？哦，还没收呢。这太行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吓人的把人吓死。所以我不行，来吧。那什么呀，我怎么就这么哎我的天啊，我要喘不上气儿了。不那个能给我们一会儿那个就是喘息之际吗？能给我们哦。
我腿已经，我看他玩腿都软了。这个哎，我现在再说不玩还来得及吧？哥哥，哥哥，哎，我的天，哎呦，不行，不行，哎，我现在就傻了，我不行了，哎呦，哎，这个高度就有点不行了。等会儿，不是，我也挺大腕的，你别那什么，我也那个，这扣扣紧了吗？这个扣，我。我最起码上一季总冠军是不是？你们客气点吧。我不太那什么。大连你要不想来就算了。我不想来，我不行了，我啊。好，现在你们剩的八米高度还要升吗？不升了，不升了，不升了，就这样最好。张鲁，哎，你看我一会儿下去怎么卷你的，张鲁啊，你等着。哎，我们给你击鼓呐喊，快来，你这吊着也是吊着啊，快来，你喊开始。越等着越顶，可以随时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抱住了啊！来吧，三二一，走！哎呦我天呀！这一下就过去了，没有话了。我跑男我都没玩过这么刺激的，我跟你说，气死我了！哎，行，可以。哎，行了，没问题。哎呀，爸爸，咱们父子关系就到这儿了。我可听，就因为这个，我气父受过。哎呀，很好玩吗？这个还是可以，这个还是。呀，这可以。一般，你看看，也就这意思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来吧，正式开始吧。没有，我们就是吹水牛。没有，还可以。刚才没开机，刚才。开机。开机了吗？开机，我这开机了，我这开机了。我都把你们丑恶的嘴脸都记录下来了，我都已经。哎，他就这一下，也就对，就这一下吧。这个节目没有第三季，我告诉你，我再不来我。哎，来倒水。哎。